外面有位廖师傅找你。这位是？我是廖家拳的掌门人，刚刚在佛山成立一家武馆。啊，恭喜恭喜！我听说叶师傅练的一手好咏春拳，所以今天特地找你来切磋一下。改天吧，好不好？ 你来的不是时候啊，反正我已经来了，玩玩而已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咱们是闭门切磋，输赢没有人知道。不是输赢的问题，是我在吃饭呢。那我等你。廖师傅，吃过饭没有啊？ 来一起吃。抽烟吗？嗯，哦，不客气。今晚的饭菜还可以吧？啊，好，好，那就好。好快。王叔，别收拾了，先关门。 师傅，请。 没事，再来。那我再来了。 多谢赐教，获益良多。彼此彼此，获益良多。这次闭门比武的事儿，叶师傅绝对不会透露，放心吧。赶紧不进，告辞。请慢走。不送了。